Virgin Australia is proud to acknowledge the traditional custodians of the land in which we walk. 澳洲的演唱会当然在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场了。其实对五月天来说，要来到这里办演唱会是有点困难的。非常非常谢谢你们，在这里真的要很认真的跟你说谢谢你们。超多人在换好吗？真的好了，要把法拉利请上。但就是除了有很多人的帮助以外，我觉得更重要让五月天能够来这里的最大的原因，是因为这里还有人愿意听五月天唱歌。请问你明天要去看袋鼠跟无尾熊啊？要啊，要啊，难得来这里，当然要看袋鼠跟无尾熊。